大家好啊，前天有一个云南的客户哈，他那边有山，他想买一只杜高犬，然后呢，他想打野猪，然后呢，昨天市场上没有，今天我们联系了养殖户，让他带来了四条，把这一只种公都带来了，你看这一只种公多牛逼，种公带来了，种母没带来呗？这是种公，种母呢？母的不用带，这都是公的呀。这都是公的。这四条都是公的，长大了随它。这个有多少斤大了？130斤。130斤，好家伙！我们看一下小狗，你看小狗对它爸爸有多亲。看一下，你这小狗多少钱卖？小狗现在是2000只。是要2000只还是卖2000只？要2000只，你要确定要，再给你优惠的。确定要还能优惠是吧？其实你给我介绍哪一只好呀？就黑道眼的这个兔白都行，我觉得这个不错、啊，但是这个鼻头有点花。这个没事，这个过一段时间它自己都后期能翻过来是吧？能翻。我看那这一只铁碎他爸爸。都可以，这几条都可以。哎呀，你试乘的你少多少钱不卖？你要成心要就是凑个账，2000块钱。2000块钱有点高，我拿不动。拿不动，那你没办法。你这样吧，1500块钱行吗？1500你买不了，这都得日日紧的锅，一毛七元光修炉子花300-400。你这反不能按斤卖啊，日日紧的锅。你就说那么大了，胃那么大了，这一毛七元了是吧？那肯定的。你这样吧，我给你加一杯，1600。1600，我就拿这一只，就拿这一只还是这一只？这两个都行。这两个都行，我挑这个黑鼻头的吧。1600行吗？挑这个黑鼻头的。你要这个就是1800块钱，你不要再讲了。1680，行了吗？好听吗？行吗？就这一只黑鼻头的，就这一只，1680，行的话我都给他做检测去。啊，就是你卖一条少一条，你卖手的是钱。那个，你给我看好哈，不要卖了哈，我去拿检测本去。我给你定金，行。啊，你放心，我确定要。行，就这一只哈，打野猪非常合适啊。我们这边没有山，我们这边要有山的话，我也搞一只，打个野猪，打个野，多好。下架了哈，1680。